八大偶像剧《美乐加油》经过四个多月的拍摄，15日晚间，剧中主要演员齐聚，庆贺该戏杀青。包括贺军翔、施一楠、王心凌、张善为、王悦、谢丽金、小小斌等人皆出席杀青酒会，而这也是王心凌脸上蜂窝性组织炎后的首度露面。整场活动最受瞩目的就是之前传出脸部蜂窝性组织炎的王心凌伤势到底如何。今天美丽亮相的心凌表示一切都很好，谢谢大众与粉丝的关心。而此时一旁的贺军翔便开始邀功，称自己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带着蛋糕到医院探视心凌，诚意十足。就现在就很 OK 啊，不然我现在应该就是还躺在医院，就是也都烧不了心。现在好很多了啦，就是不最不舒服的时候都已经过了。然后那贺军翔关心我呢，我后来发现他关心我只是为了就说哈，那一天到底能不能拍，到底亲能不能杀掉？有发现到吗？会这么明显吗？没有吧。好歹我也跟你拍了三个月的戏，我可是有用心在交朋友。用心的，他住院第一天，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我送绿蛋糕给他，是不是？新戏从拍摄到杀青，王心凌与贺军翔的暧昧传闻不断，两人更在拍摄期间遭平面媒体捕捉到一起去看电影《泛泛之交》。记者更大胆问及两人关系是否如同电影一般是同床的好友，两人马上羞红脸大笑记者尺度宽，也赶紧澄清关系仅为好友。哎，你很 open 呢、欸？我很 open 呢、欸？我不是泛泛之交啊，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什么交？我们是那个、啊，我们真心交朋友。对啊，对啊。你很 open 呢、欸、，sorry， 香港来的。阿金，你要聊一下，他们两个每次都不讲啊。嗯，旁边的人。其实他们两个已经在谈恋爱了，大家不要吵他们。没有啦，我们当然是觉得说乐见其成，因为男女都是单身，对不对？然后基本上其实他们在片场是不太讲话的，对，他们其实交情非常的不好。哎呦。